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19日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中法战略对话牵头人磋商。在磋商中，博纳提到法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麦克风外交不可取。2019年以来，中法已经进行了两轮的战略对话牵头人磋商。新华社，在国际关系中，麦克风外交通常是指国家之间由于互信不够、沟通缺乏，在外交的过程中出现了各说各话、不顾及对方感受的现象。在中国外交中，中国以此谈过与加拿大专题、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在中国电信企业高管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后，中国外交部提到麦克风外交无助于解决中加之间的问题。更早前2015年中美就南海专题和网络问题分歧明显，当时中国就敦促美国停止麦克风外交。2012年9月，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谈及中英关系时表示，中英不搞麦克风外交，有效管控分歧。从语境来看，麦克风外交说明两国互信不足，存在分歧。值得注意的是，中法关系整体比较平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题4月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都称之为成功。为何博纳埃门努欧博会提到麦克风外交不可取？中法之间的分歧症结在何处？过去半年里，中法之间争议比较大的事件是法国军舰蒲月号 VNVR 4月初穿越台湾专题海峡。中国国防部称已就此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当时有法国军方人员称，法国海军大约每年穿越台湾海峡一次，从未引发任何事件或者反应。中国之后在青岛举行了解放军建军70周年阅舰式，法国军舰蒲月号原本受邀与会，最终未能参加，原因被指是穿越台湾海峡一事。此外，法国唯一的核动力带高乐号航母战斗群6月到访新加坡，这是时隔17年来的首次。在随后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法国防长帕尔利罗伦帕尔利表示将加入美国倡议的南海自由航行活动，基于维护秩序，将通过与盟友和朋友定期进行军事演习来达成。在法国眼中，穿越台湾海峡、赴南海巡航都可以归类到例行行动中，是他宣示自由航行的表现，北京不应该对此感到不满。但在北京看来并非如此，美国近年来越来越频繁派出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尤其是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会穿越一次，美国是借此来搅动台海局势来施压北京。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法国也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的表现。中美博弈会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而那些站队美国并与北京唱反调的国家很容易成为被针对的对象。法国军舰未能参加阅舰式，很可能是北京惩罚法国来以儆效尤。同样，在南海问题上，法国在2018年曾提及要赴南海巡航一事，如今法国又开始宣扬自己将与美国一道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北京必然会带着质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国，会认为法国在搅动南海局势。作为美国的盟友，法国在诸多议题上与美国亦步亦趋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中美博弈日益白热化的今天，站队任何一方都要小心谨慎。法国自认为合理的行动，在不同的大背景之下会引发轩然大波，也很可能会激起北京的激烈回应。